3D 打印技术几乎是家喻户晓了，但是 3D 打印的房屋你见过吗？近日，比利时的研究人员和建筑团队就用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房屋。这项工程只用了15天，没有动用一名工人。研究人员表示， 3D 打印技术具有很多优势，比如速度快、价格低、过程完全自动化。而且他们声称这种房屋的质量不亚于传统房屋，该建筑完全用混凝土建造，结构坚固稳定。